明天的话还是平稳发挥吧，不应说要能，不应说要赢什么的，只要打出自己的实力就可以了，因为对手确实非常强大。在明天冠亚争夺战中应该还会用昨天的老套路，希望我们可以取得冠军。真的敢投，摩斯哥这一戳就进球了，摩斯哥。摩斯哥挨了几套之后，哎，心态已经失衡。我就说他就是个莽的，有点莽的人。摩斯哥进。抓到一个火车王子的大哥。哎呦，这个不舒服。很坑啊！为什么不先？先打出去就赢了呀。是，那这里怎么办啊？没有用了，基本上就没有用了。双方在往里绕，火猫状态其实也不是特别好。火罩消失，这波爆魂被撞死可以。对，非常惊险啊！那我打出相当精彩的比赛了。那也可以嘛，那你高低不熟了就是打鸡鸡嘛。这边赵云两个三个，你看这边就有意识的防哇，感谢主办方，然后感谢阿里体育给我个机会吧。这次的冠军对我来说也算是蛮大的鼓励，然后接下来全国总决赛我可能也会好好的准备吧。